阳，柔刚，黑与白的对话，形塑简练空间。这个空间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妇，他们所收藏的太极雕塑品是我们设计的灵感来源。在现代简约风格中注入一股流动的太极，阴阳两色虚实结合，冲突对比却保持平衡共融，就像我们夫妻俩的特性，理性与感性，工程与设计互相碰撞，激荡出美好的作品。太极所谓同中存异，异中求同，我们以大量的弧度与圆角来传达太极的意象，包含地平的交界、电视墙的造型，以及我们亲自设计找厂商定制的沙发与书桌，都异中求同，以同样流畅的曲线造型，替静止的空间注入循环不息的律动。至于同中存异，则表现在材质上，同样是黑却各自相异。鞋柜选择由页岩制成的石皮门片，具备天然石纹和粗犷质朴的力道。地坪和穿鞋椅采用经过水冲仿古处理的大理石，它保持了石材凹凸面的质感和结晶。这款大理石一路延伸到电视墙，让不同的区块之间产生连接。大门也经过特殊处理，让它符合调性。打底的黑色墙面则是采用金属美耐板，以雾面金属的光泽带出摩登前卫的感觉，在非黑即白的鲜明对比中，以各种异材质表达出丰富的层次。屋主说他最喜欢的设计就是曲线造型的天花板，这里本来有一只大梁，我们用平缓柔和的弧度来修饰它，也消弭掉原本空间的界限，让整个工领域一气呵成。同样手法延伸到餐厨区的天花板，而这里我们选择用深色金属板包覆，搭配建商附的浅色厨具，维持整体风格的和谐。原本封闭的厨房也改成开放式，而工领域唯一的缤纷色彩就落在餐厅的主墙，可以愉快地享受美食。层次错落的餐霸也是定做的，同样选择用黑白两色的食材拼接出太极的元素。另外在它上方，我们还设计了一组造型铁架与灯具搭配，延续到侧边结合红酒冰箱的铁件层架，让餐厨区充满了个性。走廊以展示柜取代墙面，让廊道空间更加丰富有趣，减少压迫感。旁边的柱体墙面我们也加上弧度造型，搭配一盏很有味道的壁灯。转入小孩房，主墙以一幅灰蓝色的世界地图带入活泼的感觉，小孩房同样充满了圆角和曲线，柔化了视觉，也增加安全性。除了延续工领域的铁件元素之外，我们也用磨石子花样呈现出朴实的趣味。床组是符合空间比例的舒适尺度，床垫旁预留的平台，爸妈可坐着和小孩聊天，下方设置抽屉收纳，可以摆放小孩玩具。主卧房隐藏在书房的墙面中，以米色搭配奶茶色，呈现温暖而放松的氛围。因为壁梁而延伸出的床头平台，我们安排了插座，方便充电。旁边柱体也以圆弧凸角来修饰，相对的墙角柱体则是以凹角修饰，凹凸有致，互相呼应。主卧卫浴前方的狭长空间，我们加以利用做成更衣室，空间不浪费。我们在共同创作的过程中，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，
透过完成度极高的 3D 图与屋主充分沟通，避免期待值跟实景产生的落差。用我的理性和维尼的美感，细腻的堆叠出年轻屋主所向往的时尚居家，全是独一无二的现代配景。